管弦教室，这里就是收完练乐团的地方。Hello, hello. 收完 say hello. 耶、yeah, ，他们乐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，就是助理指挥实习中。没错，他们有一个助理指挥。耶、yeah, ！等下要练乐团了，这个是松儿的位置，我的位置就在这。这是香园的位置，我的谱架入口。这里还有低音提琴，等等。星期二的下午四点练乐团的时间，练到六点。太晚了。哟呵，这里是松儿等下要练乐团的地方，来看一下后面有什么。这边有镜子，后面是个别课的教室，还有他们晨练的时候的教室。嘟嘟，还有他们的谱柜，来看看松儿的谱柜在哪里呢？我的在这里。你的在这里，小提琴还有放谱。我只存的在这里。松儿的在这里，松儿小提琴已经拿出去了。这是我的。你真的在这边？只有一本，第一本。哦，老师在上课。个别课教室，大提琴，松儿，你在帮他拿大提琴啊？在帮婉念拿大提琴，太重了。大提琴好轻啊，很重吧？这是婉念，她是大提琴。哎，你怎么他叫我？小婉念，快点！好啦，开乐器了，开乐器喽！哇，恒毅的低音提琴超大。吃点心，中间休息来吃点心哈。足球队跟棒球队，还有跟新医院。走路没有声音，轻轻走，轻轻轻轻。